哇！真正对，这个是一条哈虫。嘿耶！真的有行为哦！今日好好天啊，有啲垃圾味，没倒垃圾。总要一啲装修嘅声啊！因为现在就开放了啊，这一区的邻居啊都开始要装修了啊。家一齐热闹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宏。像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介绍我们最近安装了的一个滤水器。在我们搬家后啊，阿希男友姨啊的身体啊就时常会痒，我猜啦，应该系身痕啊，食咳条。耶！俾啲教训你哋都唔知成身痕。好啊，你。像我自己觉得，可能我们这里附近啊有手套厂的关系，因为它就是自己的隔壁不了，被自己挡住了。其实走到最后面啊，就看到那个手套厂了。我之前就是有讲过，这里偶尔就会嗅到有一些臭味啊，或者灰尘，就是比较梗一点啦、啊。所以我就怀疑，可能哎，水源他们都黑过蛮黑的，他们。如果没就要生痕，可能啦，就是可能啦。那时候阿希呢还痒到有看医生，医生讲就是过敏啊。但是我又没有问题哦，只是姨还有阿希不了哦，所以可能系佢哋嘅皮肤比较敏感一啲啦。后来我们就安装了 Nash 的户外滤水器啊，还有换了 Nash 的水机。那时候啊，我们就是找着户外的滤水机，那么的刚好，或者是命中注定，我们就认识了 Nash。像 Nash 啊，是一家超过30年历史的专业滤水公司，而且是马来西亚的品牌。但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请你这个户外的滤水器啊 ，Nash 的 Man Man Queen， 我们就安装了一个多月啊，它就是不用叫人家 service 了，我们自己搞定就可以了，还就可以省下 maintenance cost 嘛。也看看一下它有没有过滤到肮脏的东西，因为有啲人讲啊，而不过水质啊都系靓啲噶嘛，系咪先？可能我冇邋遢嘢咧。像它的清理啊，就是非常的简单的、啊，一个星期做一次 flushing， 开这个、啊、让它流一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就不是做这个，我们是做 back wash， 那个是一个月做一次的。我们先转开这个 handle， 转过去，然后再开这里，给它流三分钟就可以的了。我会拿个桶先，我装了它，看有没有发烫。哇！哎，现在就没有了。我浓哎，现在就没有黄黄这样了啊，给它留大概3分钟这样哦。可以，咁多啲都得嘅。像它小小台这样啊，就过滤到这么的感觉。你想一下，平常你就是用这些水来冲凉啊、洗脸这样啊。龙喉，刷牙就龙喉。像水兰平时就没有这样大量的肮脏的东西啊，而家佢聚集埋一齐，我哋先冲脑出嚟啊嘛，但系都觉得好似怪怪哦。像这一台 Nash 的 Man Band Queen 啊，它可以过滤到达0.01 micron， 比头发还小1000倍的有害物质，而且啊，它还有400个排水口设计，安装了啊就不会影响水压啊，这些都是 Nash 的设计专利啊。第一我饮第一先喎，用开第一，即系佢哋想饮下。真的整个就是不锈钢的外形啊，简简单单的设计，安装了这样看啊，就是蛮美观的，就不会呆呆狗这样啊。以前的那种砂石的户外滤水器啊，它就是呆呆狗这样啊，它的密度啊就是10 micron， 所以每次制水过后啊，都好像没有过滤到这样，那些水啊都是黄黄的啊，走起一啲咁啊。真系好鬼死邋遢，不过算系咁啦，系嘛？只不过水好啲嘅。哦，冇到啊，真系暗浓啊。不过讲真真的啦，安装了过后啊，阿轩还有姨啊，就比较少出现痒的状况啊。唔知佢哋系心理作用啊，定系咩 ？OK 啦，这样就清理完毕啦。这样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他转一个 handle， 这样就清理搞定了的啦。这也是 Nash 的设计专利啊。这样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去看看我们新安装的水机。哎呀！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像这一台就是 Nash Cruso 多功能饮水机，它的外形啊，整个就是一个企鹅呀、啊，蛮可爱的。你要当作是摆设的话、哦、也是可以啊。像我们啊，就是放在洗衣机上面的，哎，感觉上 OK 呢，好诶。OK。啊，咩？我之前讲咩啊？洗衣机。洗衣机。
洗碗机，哎呀，你看我放了哦，感觉都是没有那个违和感。等我洗完澡，好像在那里坐站了哦 ，OK。然后呢，它里面是有三个 filter 的，而且它的功能呢也很厉害，除了过滤水之外啊，它还结合了活氧、欧顺。活氧啊也被称为臭氧，它的味道啊是有一点难闻的，感觉闻起来是有一点青苔那么美啊。然后姨是蛮不喜欢那个味道的，但是它好有用，它可以将农药啊、肉激素啊，还有多种的化学物质啊，化解成为无毒的二氧化碳还有水。那一个就是它的功能啊，它的功能呢就是厉害。OK， 我们先开水来示范一下，开水先。在这里就是它的 button 啊，我们这样按一次。它就是显示橙灯啊，现在啊，它出的水啊就是活氧水啊，它可以去除那个腥味还有臭味啊，也可以杀菌啊，高达99.98%。这样去除腥味我是没有试过啊，之前就是有用那个蒜头来实验，洗一洗啊，手上的那个蒜头味啊真的是没有了哎，都不用那个肥皂哎。这样按两次它就是会显示青灯啊，然后青灯的话啊，它的活氧啊就是比较浓一点，就是可以用来洗蔬菜或者是水果，就可以清除啊92.9%的那些农药，就不需要用到那些洗农药的化学液体来洗蔬菜啊，还有水果了。又或者啊，可以用来消毒小孩子的奶瓶啊，或者是用具还有玩具。用这个欧顺啊，就是比较方便一点，就不用特地去煲水啊去做消毒哦，有益的哦。所以用这个啊，就是非常的方便啊。妹妹的那些用品啊，我都是这样洗啊，方便。然后现在蓝灯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健康生命水。这为什么叫做生命水啊？因为它的水分子啊，就是比较小，我们人啊，或者是植物啊，都是比较容易吸收。同埋啊，你睇我个面有冇比较靓啲？最近我识得用嚟洗面，有冇？即系咁样。哇！刚刚啊，我们就是有提到啊，它可以清除那个腥味嘛，我们就准备了一条鱼，我们就看它到底能不能清除那个腥味。呢个系我天敌啊！哇，呢个我闻到啲腥啊，但系味爱有嗰种反味嗰种感觉啊！你收好啊？冇，纸袋冇整到。唔系噶，腥佢点包啊？其实我有两层贴心嘅呢个鱼档。我敢摸魚嘅，我都唔會覺得佢鋸啲嘅，只係我唔得個味啊！真係講真真嘅。其實這個是一條黑蟲，你收咗未？我唔知啊，我唔敢聞啊，你可以幫我聞咯。唔係你自己聞。我摸一摸佢啊。你聞咧？聞咩收？我唔見到咩哦。哇！俾啲時間。哇，好劲，真的好劲，好劲个腥味，试试看啊！现在它这个水就是有欧顺了啊，就是有那个活氧咯。我哋就攞一个水嚟洗手，睇下佢有冇个腥味。自潮一点吧。洗翻紧好。唔使，我唔使洗翻紧。嗯。佢就直接可以啊，插先。那个蒜头了，我们试过了。是啦。那个鱼腥味应该是一样的。可以嘅，真的是有腥味哦。同你讲呢个我绝对搞唔到。可以呢，我试一下翻嚟喂。我本来以为我的腥味是不可以哦。咁你食鱼咯，洗啦而家。所以佢又讲，如果你系食鱼嘅话，你就浸住咯，攞呢个水，佢就可以去除嗰个腥味啊。哦。或者我接触佢唔耐啦，我咁摸一下啫。有可能如果你劏佢啊，或者系咩嗰啲，就佢需要好耐嘅时间咯，有可能咁。应该系啊。嗱，问问大家，平常你们吃苹果嘅话，是用自来水洗的嘛？我系，我就系攞嚟咁开。撞，咁就攞嚟食噶啦，冇批评啊，我都系冇批评。那天 Nash 啊有分享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蛮有趣的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实验，一个冇过滤嘅水啦。我们的自来水啊，就是有 chlorine 的，就是氯啦。因为自然界啊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细菌，所以政府就加入这个 chlorine 在水那边，就用来消灭这个细菌。之前啊，我同事最近才知道，应该大家都不知道吧？知啊咧。像这一支就是测 chlorine 的，平常啊，在那些鱼店啊就可以买到了的。我们就倒一点啊，在这个水里面。睇到黄色吗？嗯。啊，呢啲就係 chlorine 嚟噶，有这个颜色啊，就是代表有 chlorine 啦。诶，你会问，唔系安装开户外嘅滤水器咩？点解会有 chlorine 噶？点解？唔
应该找你代打嘞。但其实呢，户外的滤水器它是没有割掉这个 chlorine 的，因为这些水都是有经过我们家里的水管的嘛。不过水管都还是要消毒的嘛，如果唔系嘅话，佢咪有嗰个细菌咯，所以就唔可以隔开个 chlorine 嘛，明白？明好叻啊！梗系知识型 YouTuber 嚟，三回。所以呢，它就是没有过滤掉那个滤了，因为我们的水管啊这些啊，都里面都是有很多肮脏的东西的嘛，都还有杀菌的。如果过滤咗嘅话，就冇杀到菌咗咯。啊，然后啊，我们就是用这些自来水去洗菜啊，就好像我这样啊洗苹果啊，我就拿一点点菜拿去泡，或者洗菜前咧，你要浸下去噶嘛，系咪？现在水啊就是有黄黄这样的嘛，我们就泡菜进去。OK， 我哋攞上嚟睇下。哇，浅了很多哎，哎，那个颗粒嘛就是被这个菜啊吸收了，你懂吗？浅了还没，总要小小黄的。然后啊，我们就是把这些菜啊都吃掉，就把这些颗粒也一起吃下肚子了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用过滤了的水，你看啊，我哋再滴落去，佢有冇黄色嘅？系过滤水有冇黄色嘅？像这样过滤了的水啊是没有 chlorine 的，所以说啊，我们洗米啊、洗菜之前啊，就是要用过滤了的水哦。再来看看这一架水机，你睇佢，佢系咪好娇小玲珑啊？它就是 Nest 的 iHot 四合一输热滤水机，它整个啊就是好细架，好娇小玲珑啊。然后这里啊就是它的 touch screen 来了，它整个就是用 touch screen 的。但是娇小玲珑啊，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啊。像我要装比较大支的水啊，我就要这样拿着攞住咁装。等佢，或者系去库梭嗰度装咯，呢度就系佢比较唔方便嘅地方啊，但系基本上都系冇咩问题嘅。然后啊，它可以调节五个温度的，98度啊，我们就是可以用来泡那个杯面啦，85度就可以用来泡咖啡啊，或者是茶咯，70度咧就是可以用来泡柠檬水呀、啊，像妹妹用来泡奶的话，就是可以用45度这个啦，然后25度就是我们平常室温的饮用水啦、啊。像平常没有用热水的话，它是省电模式来的，而且它也是没有。水箱啊，就是水啊过了那个 filter， 再经过那个 heater 发热，这样的话、啊、就不用在那个水箱那边啊一直在翻煲翻煲摇翻煲，也不会吃电啊。然后我也可以调整要的水量啊，或者按这个 free flow， 它就会一直出水哦。这样你会想说啊，可以直接出这么热的水啊，小孩子按到不是很危险啊？唔使惊，佢要敲 lock 嘅。现在这样啊，它就是 lock 着，你按不到水出来的。啊，你系揿到水嘅，你要揿开呢个，你先可以出水噶。所以啊，就不用担心啊，小孩子会不小心啊按到啊。即系比较大的小孩就要教导他们怎样去使用这个东西啊，还要小心啲啊，要热水嘅咁样。哎呀，像我觉得、啊、每个家庭啊都是需要安装滤水器啊，喝水也可以喝到安心啊嘛。像我们家里啊有大又有小，仔细老婆叻，当然是要把最好的给他们啦、啊。咁啊，男人系冇咩人食噶啦。那么大家啊，在选择滤水器的时候啊，就可以考虑一下 Nest 啊，它的外表还有功能啊，都是非常的不错。重要的是价格合理。像这里啊，就是有一个好消息啊 ，Nest 最近啊，就是得到了2项 Malaysia Book of Record。为了庆祝这个奖项啊，现在购买 Nest 的全家完美滤水方案将获得特别优惠，还有免费安装啊。Nest 的全家完美滤水方案啊，有 Outdoor 还有 Indoor， 就包括户外的 Man Queen， 室内的 iHot 放干厨房，然后酷热放湿厨房，韵美。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完的那三款滤水机啦，像它的优惠价格啊，只需要6988，优惠到8月截止哦。我觉得这个价钱啊，真的是蛮合理的。像我们之前买的一些滤水器啊，单只是室内的罢了，已经是要4000多，没有记错的话，4000多了。然后现在大概加多2000块左右啊，就有买室内还有室外的。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蛮合理啊。像有兴趣的兄弟啊，就可以去到 Nest 的网站了解更多啦。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栏还有留言区，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的啦。OK。那这样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去我们的 FB 和 IG 看看啦！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！这优惠就不要错过了。